大家午安好。好。然后今年我觉得就是自己突破自己蛮多的，因为我其实原本自己的目标是400多。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是我自己的目标是在于我要是累积的是那个百万的那个徽章，对，就很单纯。然后其实也是谢谢顾总跟总经理，就是公司给的每个月的那个奖励。其实我是为了奖励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谢谢，就是说希望明年能够再有更多的奖励，我觉得我们业绩会越来越好。谢谢。